啊哈，你们来的。请大家礼拜哈。我现在越拖越晚，所以必须你们拢讲，众将军，大家好早，大家好。好、哦，今日真难得，天气真好。啊，咱参加的这个同心会这么踊跃，这么多人。您这回被点招回来，可能大家都想得到是安怎，这次要请各位回来，这就是时间慢慢已经进步了，所以我们就要赶紧准备准备要接政权，咱就有一挂工课需要做，主要是行政方面的代志。所以今仔日我就提淡薄啊，这个行政的基本概念来介绍给大家了解，啊，这个拢是差不多理论性的哦，因为咱那个唔捌接触政权呐，实际经验咱那无，所以那有无够、无理想的所在，大家会用个互相讨论啊，互相补充。So， 啊，今日想要甲各位介绍的几点啊，重点吼、哦，行政的角色、行政的依据、行政的编制、行政的实务，啊，甲领导阶层行政实务是啥物？最后执政的实务可能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咱即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其他的话就免加讲。哦，我就开始一个头一点行政的角色。拄啊有听到这个总议长咧介绍美国的国会，所以大家应该啊，这个民主社会主要是三权，哦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。三权分立，啊，因此独立运作，但是是互相牵制，哦，要互相牵制，原因是啥？就是预防其中一个权超过太大了，这就爱一个互相的牵制。啊，这个、意思就是讲，文理上讲起来较好听，哦，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创作，由行政机关在来执行，啊，由司法机关来解释。啊，我今嘛提一个例，比如讲，咱这个社会认为讲偷摕人的物件，这唔好的代志，所以立法的单位创一个法律来规定讲，偷摕物件的人就要受处罚。今嘛立法机关从这个法令出来了后，才交予警察单位照这个法令去抓贼啦。那有人讲偷摕物件，伊就会使个抓，这就是贼啦。啊，抓来咧，伊就爱交予法官个判罪。这个人是偷摕什么物件？偷摕偌济？安怎偷摕？
法官才根据伊个法令的内容甲判罪。所以，咱伫遮咱个重点先提出来，行政机关的任务是咧执行法律，千万唔能忘记执行法律。所以我即马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：政府会使管老百姓，还是袂使？会使也少，袂使也少，大部分袂使，应该就爱服从大部分啦吼。啊，其实嘛是安尼，想着讲政府袂使管，政府是什么？政府是行政机关嘛，伊是咧执行法令，伊毋是咧管人诶。伊是安怎会使管老百姓？其实袂使。是因为有迄个法律，警察是因为有法律规定讲，做贼的人就爱互警察抓，所以警察才会使抓。你若无做贼，你警察敢会使甲你抓？袂使，哦。所以这个基本观念，咱就爱家己爱搞清楚。啊，但是佫反倒转来，咱嘛会使讲，一个民主社会，老百姓是主人。政府是咱请，请的人敢会使管头家？袂使嘛，哦，这嘛是真简单的道理。是，这嘛行政的有根据是啥？行政是伫咧执行法律，所以一切行政工课必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，啊，就是讲。依法办理，这是正确的规则哦，不是迄款投机取巧，还是伫讲迄落无负责任的话，讲啊一切依法办理，是咧推责任的。这依法办理就是不得随意操作，你袂使乱来。哦，法律规定啥？啊，你就要照安尼去做，袂使无根据法律伫咧做。所以，遮咱嘛用个引申出来，依法的法源是啥物？迄个法律是对立法机关创立的法律，毋是政党哦。伫咧台湾有一个党。伊个中常会会使决定讲，伊个行政团队就爱做啥物代志，变党个中常会伫咧决定国家个代志，这是错误个。行政单位袂使接受伊迄个政党个指挥个。行政单位要做个法律，要执行个法律，一定是立法机关个所创造个。那无立法机关创造的法律，政府袂使执行。但是立法机关那是有特殊的授权，行政机关伊嘛用个制定一寡执行细则，吼、哦、执行的细则，也是做裁决。比如讲，大家若要起厝，爱申请。建立许可，即个行政单位、政府单位会用个发许可，迄毋免阁经过立法院，对无？因为即个法律的即个规定，啊，有赛车的人嘛知影，你若超速，警察就会使甲直接甲你开罚单，伊毋免经过法院，毋免经过法官的判断，因为即个是伫个交通法规内底适合警察的即个管理。所以，敢那这个所在，这个立法机关会用个家己，诶，行政机关家己会用个做裁决，安尼尔。喏，即马阁一个问题啊，请问法律无规定个，会使还是袂使？会使也就，法律无规定个，会使。啊，法律。无规定的，袂使也就。
是否就袂使少数服从多数啊？呢，啊，我请问你，高速公路顶头若无甲你限时速100，你会使驶101袂？啊，对啊，哦，法律无规定的，就是会使。是安怎？我哪会提这个问题？大家唔知会记的话，古早阿辉伯阿哥做总统的时阵，头一摆，1996年，拄啊，咱议长咧讲，唔是哦，迄个政治局的，咱这。蔡老大诶，伊讲诶，中华民国举行头一摆总统直选，阿辉伯啊被选掉，所以举办伊要登基诶时阵，举行一个大厦。因为大厦，所以古早一寡犯罪诶人，全变无犯罪。其中有一个。民进党的中路柯信改，伊是比以前的黄信改，可是这我是台湾老人痴呆的款。伊本来是进步的立法委员，因为伊被判刑法101条叛乱罪。所以被褫夺公权，所以袂当做立法委员啊！啊，即马阿辉伯啊，甲大侠，伊话互吓唬着诶，所以就无罪啊！伊就开始向中华民国内政部申请，要恢复伊诶立法委员诶资格。结果，迄个内政部。相关的司长，佮讲这个法律没有规定不准，听起真有理啊，有影啊，法律无规定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是依法办理啊，啊，没有法律我就不能办啊。大家想看卖，这句话敢对？这句话唔对的所在伫倒？对啦，迄个咱免讨论。即马所规定的是讲大厦这个规定，大厦收到大厦的人，就会当被免罪。啊，伊本来就是立法委员，是因为被判罪，才无变做立法委员。所以你现在跟他承认他大厦他就没罪了嘛，自然而然就是恢复他的立法委员的资格，这不用再另外再从一个法律。所以这个人到底不知道什么人要加，他也是让这个黄信改恢复立法委员的资格。所以这项事情我看到报纸的时候，我笑一个巴肚炎啊，救军啊！讲后即款的内政部的高级官员，所以将来恁国会大家拢是高级官员咯，千万唔通阁犯即款的错误哦。法律无规定的，就是会使哦。啊，这道理真简单，咱即嘛想倒转来，是安怎那得要定迄个法律？因为要限制咱的行为，咱的活动，唔只着爱甲你定一个法律。啊，那无定法律的所在，当然是予你自由嘛。你大行拢会使做的，只着，吼、哦、，OK。过来，行政的编制，
那即摆其他的附带无需要话，免讲伤侪，因为时间太济。行政组织当然有中央甲地方，那即摆民政府的组织，将来地方有州，啊甲有郡，哦，这咱来了解。啊，这个中央甲地方，因的管理，伊嘛有划分。那无划分的这个行政系统，就是中央集权。哦，一般民主国家无可能用这个方法。啊，甲中央集权的相反的，就是有地方自治。地方会使自治，地方有家己的某一种的管理。是中华民国讲伊有地方自治的制度，啊，其实呢，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体。即卖行政机关，咱过来个详细搁较分。行政机关会用个分做一部分是政府机关。啊，个一部分是事务单位、政府机关、中央甲州，咱拢有；中央政府甲州政府，将来咱拢有。这政府机关咧重要，伊是咧政策个咧演绎，要推行什么政策，这政府机关爱去想，爱去动脑筋，爱去计划，爱去发展，爱去研究。事务机关是用来办事务的，拄啊，已经有一个咧警察，人叫伊去抓贼啦，伊才去抓贼啦，这就事务机关。除了警察以外，客政处咧收税金的，还是讲户籍科伫咧办咱的户口的，这款的拢是事务机关哦。这是较地方的，中央的当然还佫有真济。事务的所在，伊毋是伫咧发展政策，毋是伫咧拟定政府的政策的单位。啊，当这个政府当然是各部门，哦，什么部、什么会，这拢是通俗讲的讲政府机关。走，过来，行政的事务是啥？行政的事务，行政所接受的是人、个代志、啊个钱嘛。啊，人，行政的对象，你办行政，当然对象是老百姓。啊，老百姓是啥物人？应该讲行政单位的顾客，伊的主顾，伊的人客。所以，行政单位对老百姓袂使管了，这是伊个头家啊，伊个顾客，所以一定爱有礼貌，爱谦虚，所以大家会记个。将来你若去接管某一个行政单位，恁千万唔通袂记个。哦，啊，台湾有一个好个现象，即摆咱来去办户口成本。大家要申请咱的身份证的时阵，哎，这户口单位真客气，对吧？一桌啊拢足低，一旁地来请你。古早无呢，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迄定公所的迄家也是遮悬的，要看迄个人都看袂到呢。哎，啊，伊嘛物件摕我哦，看看啊，啊，欠因啊啦，搁等来。这个早登去厝个，佮伊提因啊，即摆佮来，哎、欸，伊佮欠着应该虾米啊？证明无，哦，就佮走去，伊袂甲你讲，你着爱需要虾米物件，啊，即摆无共款啊，即摆是一个好个现象，可能大家嘛知影，即项创作阿扁啊嘛吼，阿扁啊讲到，所以将来咱着爱学这個，咱是要替百姓做代志。行政单位的立场就是安尼，
所以千万唔通袂记。啊，代志行政单位要做的，就是法律交予伊的任务。法律顶头写什么呀？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办起。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咱即摆来看一挂恶例，我讲写讲恶例。ROC 内底有正侪法律，拢有一条或者主管机关，大概捌看过嘛吼？对吧？是咧管啥？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我举两条尔啦吼，因为无所在通写遐尼侪。其实大部分的民法甲行政法规内底拢有这条。简单举一个上重要的，这个《食品卫生管理法》第二条，伊就是啊，中央是卫生福利主管机关哦。我看一个几个戆伊，主管机关，搁内底搁是主管机关啊，唔知咧管什么人，什么人管什么人，啊管什么呀？管啊无啥啥，哦，所以未过咱即阵的食品。会出这么多的问题，不过那以后我们也有机会再过来研究原因，因为跟这个法律有关系。再来，银行是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都有这个管理单位管理机关，他们在管理什么？在管这个法律吗？还是管法令内底所指的机关，还是人，拢唔知，唔知咧管啥，所以变安怎呢？你若唔知咧管啥的时阵哦，上简单嘛，党拢管，啊，一定袂出问题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党拢管，所以那台湾有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哦？大家拢无管，哦，拢唔是我管的，对吧？啊，那有好工的人体，拢大家袂滴，所以多头马车都造出来了，所以无啥啥就是安尼。啊，即马管啊，食品发生问题，银行发生超贷，强要倒啊！啊，有人负责无？无咧。啊，安尼你咧白管诶，吼、哦，所以以后咱这个法律绝对无可能有这个主管机关，哦，啊，甲咱诶这个民主思想完全无符合，行政单位是咧执行，毋是咧管，你应该爱写讲执行机关是啥物啊？啊，你们就对，而且讲主管机关，或者中国文化内底创作出来一挂怪现象，所以中华民国真侪法律甚至超过世界这个先进的民主国家，啊，但是呢，伊内底管啊如实实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，牵涉到钱，啊，这钱就是行政单位需要钱，唔才用去做代志。啊，伊嘛爱有经费，但是这个经费拢是老百姓的税金钱啊，所以行政单位是不是爱以节省为原则，唔是以后开支为原则？所以中华民国的。这个奥文化，什么的消耗预算，什么预算达成率，啊，都败嘞。伊讲搞做代志的人，就是预算用愈多，比率用愈悬嘞，迄、那个或者达成率越高，效率越好。哎，对啊，更不得了哈、哦。所以。大家爱注意，哦，咱开是老百姓的税金钱，
费肝钱，不应该浪费。愈熬即性的，迄、那个才是愈好的行政单位。啊，过来，哦、我这个叫高顶高梯，变来有够紧哈。领导阶层的行政事务，各位拢是众将官，所以将来拢是领导阶级。所以你面对的一寡行政的事务，有可能是啥物啊？你做一个领导者，你得爱规划一个正好的行政的定量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环，你环的部门就要可以分工合作。我、哦、这句中文很好说、哦、分工合作、啊、值得呢，对呢，你的行政系统里面，对呢，就要层层负责、哦、不可以定了那层跟下层那层都没关系，脱离关系啊，正面跟倒面拢无关系，安尼，这个行政阵容就是乱七八糟。过来，恁做领导人员，嘛着爱培养人员人才，吼、哦，一个行政单位需要人。啊，人会退换，好的会进入头前去，啊，有着留出空位出来。所以你做领导人，嘛是着爱准备一挂人才，随时用个读。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啥？你爱培养用个自动自主的部署。就是你唔免佮讲，伊就爱做甚物工课，伊家己会晓去做。啊，要予伊安尼，升官的条件是啥？上重要的就是每一个工作单位，伊的责任义务爱定好清楚。你爱做甚物代志？你的义务是到多一范围，每一个单位拢着爱写出来。所以某一个人来去接迄个单位的工作的时阵，伊是毋是就知影讲，啥物代志伊应该爱做，这是伊的工作范围内底。所以你毋免佫甲讲，伊家己着爱去做啊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安尼你做领导的人，领导阶层的人，嘛较轻松。啊，若无每一个人拢逐工随时要来甲你问讲，啊，我今日要做啥？较定啊要做啥？啊，你做领导的人员，唔对，一日跟24小时有够无够？所以。有这个行政的定量，啊个自动自主的部署，安尼你就会用个变作一个真好、真优良的行政团队。所以，我在想讲，一加二等于啥？不是啦，等于良好行政团队啦。对吧，你有很好的定量，有很好的部署，所以你这个团队就很好的、哦、我举一个，可能有人不听我说过，比如说你去领导一个工厂，这间工厂要生产一部
一台机器，你有工程师，你有师傅，啊，你有工人。工程师，你叫伊设计，设计一台机器。工程师，伊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所以伊就会晓设计一台机器。即摆迄张设计图，你才交予师傅。师傅是啥？经验啊，甲年纪较深的，有领导能力。啊，经验真丰富的，伊看到迄张图，伊就知影讲啊，在图内底所围出来每一个部门应该一款啥款，所以伊就知影讲啊，这个 parts 我交予某某人去生产，这块我提予你去做，另外个一块。交予另外个一个人，啊，即卖这三个做出来，遐部分品摕来投落去，即台机器投落去，来运转就上好，表示讲这分层负责，哦，啊，这个分工合作真好，啊，那投落去，即台机器袂当运转。明白？你领导的人、主管的人就开始查，是不是这部分品做了不对，尺寸无合，对吧？所以遐查落去，尺寸也无合，一声就查出来。啊，尺寸啊，每地拢同款，有照设计图，但是导件迄台机器袂当运转，安尼这是设计的问题啊。所以要抓问题，因为真容易抓，哦，所以一加二有迄个三的时阵，以后各位要做代志就较容易。最后，你做领导的人员，你嘛着爱拄着钱的问题，你爱编预算。啊，这预算的、啊金钱、经费、成本的问题，下晡咱个参议长会搁较详细，甲大家报告、甲分析。啊，我只甲咱讲一个原则：你预算若无做福报，没有福报的预算，就没有。被砍预算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恶性的循环，做预算的时候，你拢个碰风，所以上啊立法机关的时候，当然人要甲你砍，这是应该的。哦，所以将来民政府那执政的时候，咱千万唔通。犯这个错误，对啦。最后剩几分钟，但是好酒伫旁对，甲大家交换这个意见。咱将来执政的时阵，各位的任务是啥物？咱的任务，哎，啊，唔对，走去你看，惊到啊你看，哎，那个周先生，哎，起唔对的起在，走对下去。咱的任务，我认为就是监督、控制。啊，个国财，但是咱唔是要去接办业务，哦，这个业务单位，咱虽然个接，但是唔是要叫各位去办迄个业务，是要请各位监督接管的单位，是唔是有遵守咱所了解的法律？
啊，是毋是有为百姓设想？各位去接的迄个单位，是毋是有遵照法律？啊，这法律听起来敢那真笼统，日数美战，这嘛是法律，对吧？但是还有更加深的，大家知影，咱是被占领地，被占领的人嘛有被占领的人权，甲伊的权利，就爱受尊重。所以占领咱的人，袂使破坏咱的社会制度，也袂使侵占咱的财产，哦。啊，这个大环境，咱随时爱记得读下来。所以咱去接管一个单位的时阵，恁就是咧监督，遐行政人员是毋是有遵守这个环境？过来，是毋是为百姓设想？咱是要为台湾、为台湾人做代志。所以你一定要为百姓设想，你做的事务不是为百姓，安尼许代志你免办。所以咱是要甲控制遐，哦，过来，你要用什么控制？你有人事权、甲财务权，那无照。咱的理想无照咱的规定的人，应该咱有管理，甲换掉。不应该开的钱，不合理的开支，咱会使甲动。这就是各位将来的管理。咱控制人事甲财务，安尼就有法做人来左右恁接管的单位。所以必要的时阵，恁就爱做裁决，人员的裁决，甲经费的裁决。简单，甲大家报告到这，多谢。各位同学好，口休困啊，今麦当加班啊，谢谢。